驾照，拿到驾照开车的第多少天？第五天，差不多吧。开车都没有问题，每次都是停车。停车到现在已经刮蹭了两三次了，已经肉痛。刚刚加完油，钱来了，加了521块钱，五天前加了600块钱。耗费油，耗费钱不是耗费油。Every second with you was so special. Back when we didn't fear the unknown. But that's cool. 其实说实话，开车要比开车要比骑摩托车要简单多了。但是真的开车要舒服多了，真的，因为就像在外面有个港移动的小家一样。否则平时像这样的小雨，我要是骑出来，真的得冒着雨骑回去了。北京的天儿还是没有变晴。这地方叫双桥，很早很早以前，然后那个时候 X9 少年团住的地方。2017年、2018年住的时候住的这个地方。